哎，谁来雪地了？有尸体。嗯，好的。哦，像这也迷路，你家那么近，左转就到了，你也找不到路啊。选择性眼馋。这边有一只，哇，那什么东西？布满了水晶。布满水晶？这什么？会爆炸吗？哎呦！哦，吓我一跳！被神秘的意念包围着。怎样的意念？他意念是这样讲吗？他意念是那种，明年再减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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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怪我越来越胖，都是这东西害的，都是这水晶害我越来越胖的，因为他的意念一直告诉我，明年再减肥，明年再减肥。真的是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摧毁掉，不然我永远受不了，永远没办法受啊！我听到那边有好像有那个青蛙落单的样子，那个不能讲青蛙啦，那个就像一个小绿人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口把它取名叫做小绿人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青蛙，小绿人，一个被绿的节奏。嗯哼，谁？有人看到我了？哦，这里哦，小废物。可是我不喜欢他那种绿色的感觉。悔恨、怨怼、悲叹，无数的死者的怨念将在这一代卷入啊。就那种怨恨有没有？为什么我已经到死了，一个女朋友都没交过？为什么我死的时候还是个处男？哦，然后怨念有没有？为什么学长把我的喜欢的女生追走了？什么？为什么还要偷吃我的便当？啊、哦，什么各种理由都是可以形成一个怨念这样子，然后这边的敌人就越来越强大，我可以理解。啊！为什么隔壁的老王要吃我的家的便当？没有了，随便乱讲。哦呦，靠！还有肋骨一下。我真的讨厌打这鬼火。哦，太靠近也不行。啊 ！What the fuck？ 到底在冲哪？残火护符。呜呜，又是你啊！小心翼翼，哦干，小心不翼翼。小心不翼翼。Oh my gosh！ 还好。可别以为我们的怨念会消失殆尽。啊、哦，怎样？每天啊，在这个地球，每天就会有好几千万人因为便当被偷吃而生气，产生怨念。好，所以说他的怨念是永远不会停止的。哇！哦，我吓一跳，原来是好哦。为什么我的身体在那边抖？我的身体一直这样子，怎样？太舒服了，这样子 ，Kimoji， 然后之后就去了，这样是什么东西？冰碟，マグナズちゃんの。
打掉之后水晶就可以烤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像是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，原来如此这样啊！那之前前面黑，刚开始开头的黑，刚会使爬，哎、欸，所以说冰蝶并不是让冰蝶只针对一个水晶哦。哦，那好吧，那可能这个要另外找其他冰蝶了。这一关 BOSS 很赞，真的假的？你说的赞是我所想象的那个赞吗？有没有来呀、啊？有没有来来？五来不？刚五来。如果妹子就啊死，如果是男的就嗯哼。啊，如果是男的话就嗯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有宝箱呢，嘿。来个宝箱一下，看来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给你取得。哦，对不对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干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真的会吓死人、欸！这游戏，妈的！妈，长得这么可怕、啊！哦呦喂呀！怕怕怕！太窄了啦！哦，这个是他哥吧，还是他弟啊？刚刚那个独眼怪啊，死了！老头，小心按地板上摩擦。什么叫做按地板上摩擦？你是说哪个东西在地板上摩擦？讲清楚啊！我母亲问我，你怎么不开心？是一双滑板鞋。摩擦摩擦再摩擦，今天亲戚家的小孩乱碰我的手办，我让他的地板亲密接触啊，这个你要拉起封锁线，你知道吗 ？Don't touch 啊，那个小心一点，自己的玩具啊，自己的模型自己顾啊。小孩真的很讨厌，不过不会教的家长更讨厌。对啊，相对的不会教的更讨厌啊。哦啊，就小孩子让一下嘛，好啊，让一下啊，模型一万五模型给我交出来啊，虾米，嘿，模型要15000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还敢放你小孩进来？啊，这时候就会有家长说，刚五十要啊呢，你不知道这种东西都很贵，然后开始在那边怪你说啊，这种东西这么贵，你还给他放在外面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我的房间我不能放在我房间里面啊。啊、你自己小孩自己闯进来，然后弄坏我的东西，你现在还怪我头上？你恐龙家长是不是啊？奇怪，我又不是说放在外面客厅，哎、欸，我放在我房间里、欸，大哥。啊！我那个死掉那个脚，我靠，我这个死掉要摆 pose 啊！哎、欸，大哥啊，不要啊！我的魂没有捡回来，太可怕了吧！别！啊，到底是哪里这么多啊？我靠，你们都是串通好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那个水晶怪不打没差吧？哎呦呦，有鬼女鬼 ！Hello， 你好。哦哦喂！看，怕爆，怕爆！哦，原来这个墙可以打破。最近是不是比较少抖内了、啊？咦、欸，抖内本来就一直就这么少啊，没有很多过啊，没有很多过啊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甚至开一台开一整天也没有半个抖内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这个也不能怪谁。这个是只能怪生态。YouTube 的用户本来就没有抖内的习惯啦，你以为这里是 Twitch 啊？懂我意思吗？哎、欸，靠呗！你以为这边是 Twitch 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使用 YouTube 这种软体，一进来是不是就很直接的，就是看免费的影片？你们会有想过要付钱吗？没有嘛，所以说。
YouTube 本来就没有抖内的习惯啦，观众群是不会有的啦。如果是 Twitch 的话，那边的生态可能才会有一点点。完了，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我先跑了。订阅不是可以赚钱吗？订阅不能赚钱啦，你以为是 Twitch 啊？Twitch 那边的订阅才是赚钱 ，YouTube 的订阅是不用钱的。你高兴按下去，你不高兴按下按，不高兴取消，我也不会怎样。一个 WW 啊，感谢雅典娜，感谢你的30块钱，谢谢。而且本来就是生态不同，这可以理解，这没什么啦。我也不会因为说你们不懂内，我靠背你们吧？这本来就是自发性的东西啊，对啊。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下好离手，见好就收。哎、欸，不要下了之后在那边靠背。我之前给你好多钱，然后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啊，我有说过你给我钱，然后我就应该要怎么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见好就收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你高兴就好，我也高兴就好。哎、欸，我玩游戏给你们看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做出了一些效果，让你们开开心心的。你们开心，你给钱我就收。我笑了，你也笑了，两人哈哈大笑了，是不是觉得很融洽？何乐不为呢？大笑三声，哈哈哈哈，这样子有没有感觉很开心？啊God，嘿嘿嘿，被雪女贴脸，还好。还好我精湛的技术马上就撂倒了他。我真的觉得这是太夸张了啦。然后啊，找到了小淘气。哇哇哇，先跑。等一下。一只一只来嘛，哥哥啊，反正我丢钱到老头身上就舒服，对啊，你爽你爽我也爽，何乐不为？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一只一只慢慢来嘛。但这只挺麻烦的，先把引过来好了，被他缓速到就不好打了。好、啊，刚讲而已，哎、欸，这个没缓速啊。反正我丢钱到老头身上就是舒服。不不，亚美老，亚美啊，亚美！现在谁还敢说我是路痴？我死到我路都记起来啦！啊，我死到路都记起来啦！哎、欸，我好像走错边了，应该是走这里才对啊！死掉也是讲求技术与天分的好吗？要怎么能够华丽的死去？这也是一种不容易的事啊！各位，多学学啊！各位，让你们知道不断死亡的精髓是在哪里？死亡论死亡的艺术啊！我说第二，没人敢说一啊！有没有道理？你们觉得认不认同？啊，有没有认同吗？认同加一一下，打个加一，让我知道。如果认同的话，双击点赞，分享，认同双击点赞，认不认同我？我知道我的视频是不会有人喜欢啊、观赏的。我知道有人骂着我，但是我不会气馁，因为我知道。人都是有良知的，如果你还有良知，请双击点赞，让我知道，感谢各位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双击点赞，双击点赞，哎，是泡个温泉，泡个温。我说三，说三，老头路痴。我说怎么没有吃啊？你的路，你的吃怎么不见了？啊！感谢各位的抖内，谢谢，感谢感谢啊！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几个月来抖内最多次的直播了吧？感谢各位，谢谢啦！啊！刚刚被他打死了，我不能再输了。
我也是路痴加一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这就有？啊，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头鹿，我的吃呢？你的吃还在待，还在等火车啊？误点了，火车误点还没来啊？因为昨天下大雨，可能造成交通堵塞、瘫痪。你的吃到现在还没来啊？啊，可能要再缓缓啦。嗯哼，刚少一个。哎、欸，原来这么近就在这里啊！哈哈哈哈！厉害了，我的老头，这么近啊！哎，找了民国八千年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啊，正所谓的那句话怎么说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实在是太靠背了吧！果然近在眼前呢、欸，我无语了，我。厉害了我的头，绕了一大圈，原来就在旁边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正哦！完了要跟他打冰山美人，好美啊！嗯，哇，哇，艾莎吗？Lady go, Lady go, 我先敷一下魔刀。哦，舒服。哦，女王再大力一点，女王，我快死了。可以让我出个女王，等一下。Oh my god！说句真心话，想被实况主关注，想被老头注意到，抖内就好了。但没错没错，抖内就好了，开大绝了。我靠，直接消掉哎、欸！有点可怕、啊。No！ 我要没有补血了。我操！不让我出手。根本来不及啊！根本来不及啊！你要这必须要先以收刀的动作开始哎、欸，1700，哎，好，大概稍微抓了一下节奏，嗯哼，太近不行。太慢了啦，还要等刀戳出来呗，来不及啊！哎，看根本就超级技窘啊，完全都障碍。有点白痴白痴，我还是普砍算了，感觉这样比较可以。把伤害累积出来。没看过的招式来了，哎、欸，
结束。None。拿到什么？好像蛮不错的装备的样子。老头下班了，冲向拉雅。哎呦，冰蝶已毁灭，飞蛾扑火，冰蝶扑火。感激不尽，我获得救赎了。再见了。好、哦，我拿到他守护灵，冰蝶得死，遭到背叛，信长大人的天下不武之梦，就这样消失于大火之中。明智光秀背叛信长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家伙是谁？即是因蛇男的法术重返人世。但是变成妖怪啦、啊、所以可是我到现在还没遇到明智光秀、欸、他到底是怎样，是也是妖魔吗？我们的信长被阴了，大岩上农机的小名就叫龟蝶啊，所以说他是农机。哎呀，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！农机是你，他是冰险系列的企鹅，靠腰。尝试不同的武器哦，可是我还是比较想玩大太刀哎、欸，武器之后再说吧。啊，他感谢我们把这边。给整顿这样子，阿福还是很正啊。ペリーなる者は今日の鬼門に当たる比叡山に向かい申した。比瑞山。ゆかりある場所ゆえ、案内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。这该处与我有渊源，渊源，嘿。这是什么蝌蚪啊？要长青蛙了吗？这个讲话的是信长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真的忘记了声音的辨别性，我不知道在跟他讲话的是谁。每一个武器都能过关，不用急着换啊！我是一直都想要大刀啦，直接大刀打到底啦。因为你要换新的武器，你要重新适应之外，连他的武技都要重点，挺麻烦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关我就可以玩敲个两个小时了，我还真是不简单啊！